小姐，你不能这样，我要叫警察哦。你真的其他条路我都不会，拜托拜托哦。哎，好饿哦，我们等下吃什么？我知道有一家好吃的火锅店。啊，走。嗯，确定是这里吗？奇怪，我记得全家左转就到了啊。全家，全家已经经过五间嘞。开个导航好了。需走300公尺。 向前行，向前行，你已偏离路线。可是怎样啦？后面又是死路，前面又是刚刚的路。下次见喽！要不要我载你回家？不用了，我自己搭公车就好了。你的买早餐都会迷路。我可以好不好？公车站就在那边而已。好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。哎，都喂。大千万别找我问路啊！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他大润发怎么走吗？ 你等一下，应该这边直走后，你再右转就到了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应该是左转吧。哎，蜻蜓，帮我拿到行销部。嗯，好。请问这里是行销部吗？请问，抱歉，打扰了。到底在哪里啊？哎，有人在那边送。 我找不到行销部，在那边啦，有没有？过这个路口，左转就快到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小姐，后面施工，请改道。拜托让我过去嘛！当然不行啊！拜托拜托！哎，小姐，你不能这样，我要叫警察哦。真的其他条路我都不会，拜托拜托哦。喂，不好意思，我到第一个路口了，是要左转吗？右转 ，please。 往东直行。啊，东边，东边是哪里啊？向西南，向东南，向西南，向东南，向西南。没到啊！救命！我们到这里是哪里？我迷路了，怎么办？你看看周遭有什么？有树，还有车。在哪条路上啊？我这马路上啊。你能不能说具体一点？我在一朵云的正下方，长得好像一只狗。狗？左转就对了啦。不是啦，这边。哎，右转。没有啦，这边写左转。哎哎哎，我觉得应该不远了吧？我觉得我们回到原点了。啊！ 这件餐具婚礼怎么样？